QLU-11 是我国最新研制的一款轻型半自动狙击型榴弹发射器，也是全球第一种用于狙击任务的榴弹发射器，简称11式，外贸型号 LG5， 长度约为 1.2 米，重13公斤，适用35毫米口径榴弹，弹容量15发，最大射程3000米，配备有最新的光电复合瞄准器具，不仅可以自动测距，还能自动为射手提供枪口修正高度，士兵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高精度射击。它能在800米距离上将榴弹射入敌军碉堡观察口，从而消灭里面的敌人，被称为是榴弹发射器中的狙击枪，在山地作战、巷战中非常实用。它还可以用来对付狙击手，只要知道大概方位，不用精确瞄准，几发炮弹过去，狙击手藏身之处就会被夷为平地，躲都没地方躲，因此被称为是狙击手的克星。甚至有专家认为该武器的服役可能会改变狙击作战模式。目前我军部分部队已经大量装备11式狙击榴弹发射器，它将极大提升解放军单兵作战火力。责任编辑。